杨哥，你看你家小小黑棉球，这还没站稳呢，开始打架了。慢慢的，性格就展现出来了。虎妞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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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，快吃，快吃。刚吃饱奶，你看有的困的都睡着了。看谁厉害啊！看谁厉害！等着。你就坐着不动。看你小狗，看你小狗打架呢，呀！大家好，我金阳。看这小狗啊，这性格，给我出来，出来！咬你了吗？吃了一根，吃上瘾了。完了。上瘾了，嗯，这个牛肉条又是本文美女给邮了20包牛肉条，看看虎妞，坐坐那儿，我让你看你小狗打架呢，啊，这一包吃快吃没了这个，嗯。虎妞是吃啥啥没够，啊。干啥啥都行，嚼两口，再咽。一会儿喂你们奶粉啊，小家伙。哟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踩着孩子了。你看，听见吧唧吧唧的，这个小狗急了。啊，现在它耳朵眼也有了，它都能听着了。它那个大神，睡觉的那大神。咦，那没有拉。你比谁跳都快。你出来，你不能在里边。我出去，出去。哎呀，哎呀，不能跳进来了啊！一会儿把这东西全收了啊。嗯。那是老大。那几个。变化太大了，咋不打了这会儿？玩累了，哎呀，刚刚呢，刚刚打起来了，小性格杠杠的，往暖和的地儿走吧，这看看能不能听到啊，还听不到，呦有听到了，你看随着手走，嗯，你越想拍他们打架的时候，你看他们也不打了，刚才打了一会儿闹一会儿的，这才多少天啊，19天的小家伙精神头还没那么大是吧，嗯，但是现在还好点啊，吃完奶最起码不像
前几天吃完奶就睡，吃完奶就睡。外边大狗着急了。中午嘛，暖和的时候再喂一顿奶粉。得周五，得周五，就是早晨，早晨可活跃了。呦呦呦呦！别趴这儿睡，这儿凉。看底下，底下，底下，底下。哎，你看，我给他拿过去，他又过来了。这家大老粗，这是属于大老粗了，老五。哎，压他们身上。你们，你看，他现在不压落了。嗯，那烤灯上面，烤灯底下还是热。嗯。基本上都那个啥分开睡了，发现他们。嗯。你是老几啊？啊？你咋睡得这么香？人打的时候你也在睡，人都还在这玩呢，你还睡？这只要他们会互相的咬，嗯，就开始了，嗯，开始有性格了啊！哦哦。这个老大呀，这老大现在变化真大，他也是纯黑色，是不是？对，老大是纯黑色，你找地儿拉呀尿呀。嗯。这边是小狗尿的，你看看。这四肢都能站起来了，但是走的还没那么没那么稳。嗯。我看着这个家伙像虎皮，慢慢这个。有纹了，开始有一点儿。这看看没？嗯。再过几天，应该出满月了，这个花色都能看出来了。这个皮毛。你看啊，它是你看没？这一道一道的，这现在目前这个应该是个虎皮公。这个是公吗？是，虎皮公这家伙。你要上人家哪儿啊？这个是老几？这个不是老十吧？这是个木，要不这个就是老师，要不那个就是老师，那个是老师，那个。那个不是。这是老五。老五估计。啊，这是老五，那个是老师，他俩基本上。这个不是老五。你想干嘛呀？他都散开睡了，你让又让他们在一块儿，他们还不在一块儿呢。你给他拿到一起的话，他不握在一起。嗯。睡吧睡吧，这会儿有几分钟啊？兴奋了2分钟。嗯。老师，你想干嘛呀？老师，老师咬人家呢。他是老师吗？看看。是。老师开始找事了。老师，那尾巴摇的呀。你看他后边那尾巴。你注意注意他尾巴，你一摸他的尾巴摇。知道。知道是他主人。嗯，正在摸它呢。哎呀，变化太大了，今天啊。